猴哥玩艾克啊，玩艾克。你要说打野艾克，我不太行，中单艾克还行，那种线上的比打野的好打一点。耐心，那是什么？中单的应该还可以。这一级蓝墙学的 E。总会有些后果的。收一下。这伤害也太低了，啊？这虚区，我虚区给人刮痧吧，这。吐了！你看看这虚区这个第一呀，全剩一身血。你绝不会看到下。快跑啊，螳螂！让武器大师给干了。还行吧，我23个，他28个。蓝枪根本也不打呀，这蓝枪，你就跟我硬就互推呗，那我可开心死了。哎呦，我操了！我可不是那么很好野的，我告诉你。给我瞎眼呢，瞎眼吧！我有小饼干呢，小伙子。这个抠我可要抠着你了啊！来，赶上一波蓝枪啊！这蓝枪没有血了。我这个车我总能补着了吧？这再补不着，这有点过分了。我们先天比这蓝枪少10个兵。
们要以困难的方式搞定它。我回家了，我可不跟你玩了，我实在是没蓝了，不玩了。你也没蓝了，我跟你说，你也没有了。他也特别想回家，你看到没有？他难受坏了。难受不？啊？你要不让我回家，我就不回。你推我也推，多点事儿呢，互推呗。蜘蛛搁我左边呢，我一个一个补，慢慢补，没事。哎，这回回家了。哎，我再推一波。那没办法，那最后一个瓶可以全他妈算一丝血，那你这怎么整？哎呀，那怎么整？你说，咱还能不能赶上一波的蓝枪了？啊？他就这么跟我推？你等一会儿。人有点多呀，哎呦，这什么呀？如果存在限制的话，那我怎么会找到他们？再见。虽然结果是一样的啊，但是这操作确实不太行，感觉。哎呀，你能杀两个，我不信，我不信。来，赶开一波上路。快，绿门，绿门，坚持住，绿门！算了。好送，我的老弟。你手波中，我拆波上，来嘛，让我看点新东西。完全不给面子呀。休息一下吧，很快
送我手上路去，算了，送我手上吧。我感觉我能杀这武器这一波。蜘蛛的虚区是可以的啊！哎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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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先来个腰带。这艾克要什么皮孩呢？西地孩怎么样？先不出海了，一会儿再说吧。强攻蜘蛛没问题啊。现在蜘蛛都强攻啊。该去大闹一场了。你怎么？呀，我塔皮没吃着，我靠！我塔皮没吃着，有点伤啊。回家我们美甲窃魂卷，怎么讨人厌呢？这英雄标配就美甲窃魂卷，差50块钱。哎呀，来打吧妞！哎呀，扫一下，下路是我们40层的美甲窃魂卷，看他出不出来啊，在这等一下呢，往后边放个 W 呢，一火箭腰带过来。40层美甲窃魂卷来了啊，找他去。我到了，回去继续重新。我的问题，我自己的问题。这个没抢着的人头完全不赖着露露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。给个人头吧。
上帝又通关了，瑞文呐，他通关跟我没啥关系。抽一下，哎，这个蓝枪我是不放 W 也能杀呀，感觉。死了。God like。嗯？这谁呀？这是？这挺能抢啊，哎呀，说实话，再把这艾克打的没啥感觉，这队友有点太猛了都。我就中路玩一玩，就嘎到了艾克。到现在我的皮还也没租出来，我看看我能不能来一波杀人于无形啊，兄弟们。差一点点，给我遇到了，这怎么一个强攻蜘蛛还能吵起来，吵一把了，一整把都在那吵，吵什么？别吵了啊，别吵了。